加在一起。然后明天这样切一下，就我现在想吃。我弄一片给你。不要。先准备这个篮子去。我刚才就准备好了明天野餐要用的东西，我就上去楼上冲凉，然后现在好了就下来剪个片，所以我就。突然间有一些感触想要跟你们分享，因为最近大家都看我们一直在秀恩爱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变到这样水了，所以他另一半的我其实是很开心很开心，因为毕竟我们之前分开前跟分开后，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其实都有蛮大的变化，就我们其实一路走来也不是讲说平平顺顺这样子，都是很多坎坷，不然就是起伏很大那一种，然后才到现在结了婚，然后又生了孩子这样子，其实就蛮多的摩擦需要去磨合，但是我都很庆幸，就是我们彼此都愿意就是去付出在这一段感情，然后去让它变更好。其实咧，婚后咧也是有很多那种柴米油盐东西，就是会用到我们可能生活上会有一些beef这样子，但是他都会让着我 ，and 就他其实都有尽量给我那种安全感、仪式感。其实一段感情安全感确实是很重要，但是仪式感其实也是很重要。仪式感这个东西咧会让我们很像在平平无奇的一个日子啊，然后很像做一个点缀这样子，让你的生活更特别，然后又有 surprise 又有开心那种心情。很多情侣在婚后或者是恋爱啊久了过后，就会慢慢淡掉那个仪式感的这个东西，久而久之其实感情也会跟着降温。仪式感呢是为了确认彼此爱意的那个存在，其实我们都不在意那个礼物的贵重，我们在意的其实是对方有没有那个心。就比如说他可能今天突然间买一个 ice cream 给我，然后是我昨天不经意的提起的，他就记在心里，然后他就去买了，然后去 surprise 我，讲说今天买一个甜品给我，然后当下的我其实是很 surprise 的，就有 feel 到啦，他其实很用心这样子。只要你有心哦，哪怕是你送一束花吧，你有心去做出这个举动哦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又或者是像我们明天即将要做的活动，就搞一搞这种家庭聚会啊，或者是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，是情侣的话，你也是可以搞那种可能去约会啊，去野餐，去看戏，怎么去培养感情，去增进家庭的那个氛围感这样子。然后最近就是我 IG 有 post 了一个影片，就是关于他送了我一大束花，然后跟一个戒指。那戒指其实我 surprise 到很多人很有兴趣，而且都一直问我讲说在哪里订，因为其实这个 Drin 他在 Malaysia so far 还没有店面，所以他都是要在他的官网那边订，然后再运过来 Malaysia 这样子。 Drin 是长这个样子的，而且这第二戒指呢还有一个很浪漫的购买规则，就是男士一生仅能定制一枚迪奥钻戒，这个如果哪一个女生收到都会感受到满满的爱。然后它的购买流程哦，其实也是蛮特别的，可以在官网给你的另一半选好那个戒指了过后，然后需要上传你的 IC 又或者是护照的信息才能购买，而且还要在付款后48小时内给你的爱人签订好真爱协议，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真爱协议。这个呢就会等到时候跟你的钻戒一起寄出去给你啦。如果就是可能你们近期在烦恼着要送什么给另一半，又不要太普通，然后又有特别又要有含义的，不妨可以去 survey 看看这个 DR ring。 希望看我影片的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开开心心幸幸福福啦呀。我现在要快剪片，我期待明天的野餐会是怎么样。Yeah.
Good morning. 然后我就该把我们昨天做的这个 sandwich 放进这个篮子哦。哇，我觉得很漂亮，自己讲。然后还有带有这个 Vita C 跟 Orange。耶，我们订了一束花。现在太阳很晒，可是我怕我们上到去就天暗了。Hello。哎呀，啊，生气喽！你拿这个五块。呀，是不是？就找一个最最最方便、最快速的地方坐着，因为太阳应该等不到我们太久。我们就大概这样子布置啦，人呀，这样子，看着风景。很多话讲啊，爸爸。哎呀呀呀！辛苦耶！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.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. 对啦，你轻抱了，你小心走啊。嗯，你走先。小心哎、欸。
是爽的，因为有人记着呀。看拍照是要付出代价的 ，baby 一个都没有被咬啦，可是我们被咬。啊天哪！宝贝呀，宝贝呀，我可以买开心吗？开心哎，拜拜。到家啦。嗯，这小小。小时。